本节目由智慧家、时尚家、华帝高端智能厨电独家冠名播出。因为追梦，我们相识在舞台，一起挥汗如雨，一起放肆谈笑，不需要刻意问候，只需要一个眼神就懂。撸起袖子涮肉打闹，仿佛不过是昨天。最好的友情是各自忙碌又互相牵挂。不用刻意想起，因为从未忘记。我的姐妹，不如一起吃个饭吧。选华帝，时尚告白有新意。本节目由高端智能厨电华帝独家冠名播出。告白要颜值出众，幸福就是我说你懂。本节目由北京汽车全新绅宝第五零个月赞助播出。国家专利，水质安心。感谢康师傅饮用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冲啊！哎，马上开始我们美食告白。这位美眉，你是谁啊？他换了个长发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坐着我们的美食专车去超市买东西啦。可以，走呗。啊，哇，好多镜头啊！我第一次坐过车子这么多镜头的。你说好不容易我们聚一次。结果小雨也迟到，邯郸不是，我对不起，邯郸也迟到。那坐在这里的是我的哥哥韩朵朵，朵朵，朵朵好喜欢你，朵朵，朵朵，朵朵好喜欢你。反正他们三个都没来，我们自己三个下馆子。因为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认识的邯郸是真的什么都会。就化妆也会，然后修东西也会，然后穿衣服什么就什么都很好，所以我很好奇你会做饭。当然，哎，人生嘛，总是会有一些不圆。十全九美，你就是那一这个不美，你呢？我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但是我觉得，可能出不去，就输了小女生那种感觉。苏州小女生现在翘这个二郎腿，然后摸走了头发，你觉得我在旁边？哎，二郎腿怎么了？那要就这样嘛，我们管我们会不会做，但是还是按自己的感觉来，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做的好不好吃就逼他们吃。就是，然后我们做的好吃，我们自己留下了。没事，等会儿我去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速食品。哎，我想炸一个鸡腿，炸呀。还要番茄酱，你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想吃猪蹄，吃完了以后我就变美了。哪有那么快哦？我还想吃小龙虾，小龙虾直接买就行了，现成的。你们可以做家乡菜吗？哦，家乡，家乡武汉不是虎皮尖椒吗？嗯，我可以，虎皮尖椒好吃啊。然后再，哎，老师，那这个纸。那我看，那我记一下吧。小女生，你看多么的居家，看不出来哎，滴答滴答。反正我还想买水果，还想买饮料，还想买零食。你放心让他买零食，他买完零食之后我们都没有钱买菜了。你看那些人，他把寝室装修好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心里没有得到快乐。不管了，先吃再说。哥，你喝啥？你说。我有钱。我有钱，你不要害羞，哥哥。我这次绝对不会这样子的，你相信我。
尽量控制一下预算，然后你先去买小龙虾跟猪蹄要的配料。问题，你知道我们的预算是多少吗？你不知道，因为预算有没有刚刚导演哥哥说了，有钱你们想买啥买啥。那我们能把手机买什么大件啊，手机啊啥的。然后最近家用电器，你直接把这个抬走吧，好吧。这车子还蛮大的哦，我也感觉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三个人会很挤，哼，那是因为有你吧。那是因为我瘦了，我感觉我都可以劈叉了，真的，真的很好，劈一个，就可以蒙蔽自己。其实我们三个都很瘦，所以我们做的一点都不。那滴答真的很委屈，我也没有瘦到哪里去嘛。你很瘦好不好？阿奇，可以不要在我面前，我在中间很尴尬。对，我们就像个汉堡，我就是肉，你们俩就是皮。怎么了？这车不够大吗？你是谁？哎，不过我，你知道我对北京的印象本来挺好的，但是我一过来我就感觉好闷。师傅能开个那个空气循环吗？这可以声控的，好吧？你傻呀？打开空气净化系统。空气净化器。看没有？高科技。再让他放首歌听。播放音乐。高科技，我绝了！哇，到我们的永辉超市。小龙虾，小龙虾。试吃吗？这个小龙虾可以试吃十只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吃。可以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自己做，但是我们先尝一下这个味道，看跟我们到时候做的会不会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肯定会一模一样。你这话我都不敢接茬，你知道吗？好吃吗？我们买这个吧。哇，你要相信我。可是我不相信你可以做出这种味道来。嗯，我怕你到时候要卤要什么的，你还不如直接买好。这是你做的吗？怎么做呀？可以告诉我们吗？我们不告诉别人。就大概怎么做？先洗干净，然后就是炒料嘛。哇，好麻烦！虾是不是只要它红了就熟了？哦，好，熟它很好熟，你谢谢。我会守护你的秘籍。嗯，我们的推车呢？推车没了。很麻烦的，我们不告诉别人。这需要多长时间就要做吗？就需要什么配料什么？推车没了。哎，那美女，哎，那美女。啊！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谢谢。这是蒜。蒜。看着。哎，有猪蹄。哇，谢谢。你们别这样，你们这样让我很尴尬。你做的吗？我是要做菜的人。自己做的。怎么做呀？用过呀。秘籍过程。告诉你三点一点。大概，因为我们也没做过。大料酱油，然后。又来。师傅，别说 rap， 慢慢来。就不要太有节奏。花椒又又。大料。大料又又。生抽、老抽、酱油。调色。然后呢？OK 了。好，行。花椒、大料加生抽，加完老抽味极鲜。有。京酱虎皮土豆泥，我的是炸鸡腿儿。啊，我们过去看看呗。西瓜。我想买西瓜。买。你会。
会挑吗？我会啊，就敲个响呗。这不是子大子蹦蹦子大子，哪个瓜好啊？这个吧，我听他的声音不错。鸡蛋，你要不要吃菠萝啊？要啊，当然要。听说你的粉丝叫菠萝，这名字你要吃粉丝好贴心哦。因为我真的很爱吃菠萝。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啊，我要没切过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找别人切好了才行啊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你自己切才有乐趣。你自己切。来了，开始了。哇塞！你还挑？嗯，好了，我们出发下一个吧。哇，这里都是有机蔬菜。螺丝椒，那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哎，土豆，土豆，土豆，贼是这个土豆堆里最好看的哦。这个可以，这种可以。鸡腿，你的鸡腿。小龙虾，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为什么有这个声音？嗨，请给我舞台。嘿。去找猪蹄儿吧。好，你终于想到我的猪蹄儿了。在哪儿呢？我看到它了。哇，它好白啊！我都烫我的手。哦，没有，我在这里事实证明，烫我的手比猪蹄儿还是好看很多的。你拿我跟猪蹄儿比。来两个小一点的吧，这个看起来白白嫩嫩一点，对吧？哎，这不是我们宿舍的宝贝吗？我的妈呀，我想买它。你跳一个呗。高子，那你能够跟他扭动的频率差不多就给你买。你要唱出来啊。很抓狂。哦，好贵，我想买它。好，这样我们把它买了，然后完我们在那做饭，你就把它放在旁边。就你的伴舞。你不伴舞的话那就不买了。买几个呀？买几个，你还买几个？买吧，都拿着。我都买。梅西不哭。啊 ，C 罗，滴答，男神。好，那你出来吧。C 罗做错了啥？好了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是我的天堂。淡定点，淡定点。我的天堂。我的天堂。胖虎，你知道对你表达出我爱你是怎么说吗？是什么？我为你承包下整个零食区。垮掉！你能不能等两秒再让我垮掉？啊、好激动，激动！抢走！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，你来选择。过了这十分钟，然后你选择的都不买了。真的吗？那我想自己去买零食了。
你要不要去看看酱啊什么的？我们俩去买饮料，买你们去买饮料零食，我去看酱，行吗？好。对，饮料在那边，饮料在那边，豆豆。这个好喝。这么多，彪子，我们再分一辆车吧，我感觉那个要爆了。好，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差不多完了啊，这么多两车。那个就不是，我就想着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给工作人员哥哥他们喝吃一点。我要做鸡腿，你别买那个小吃了。我想买一个嘛。买都买了呗，太多了。到时候你说要这么多，是像哥哥他们得吃，他都点头了。你看他饿了，这真是。走，不是我们还没买辣，买辣够了。那边他买不了，回家了啊。我觉得够了，两车子，觉得不够。我回去会帮你们的。我信了，你就跟花一起跳舞吧，我觉得可以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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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好开心啊！我感觉逛完超市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睡觉，我不想做饭了。干脆让他们别来了吧。今天的聚会取消，今天的聚会取消。回来了，孩子英哇 ，Hello， 他不理我。你好，哎，你的美瞳哦不，怎么办？你的美瞳，你好，我想说他的美瞳颜色好好看。我们先把东西放着吧。我好累啊，好重。你看起来有点傲娇。哎，我知道怎么逗他。快快快，把你们的围裙穿上。你好，笑死了。你要是唱得好听，我就带你去参加唱歌比赛。我带他去参加102的女孩这种吉祥物。这个围裙好大呀，一看就不是给我设计的，干哈呢？欺负矮子呀？你帮我把它勒得最紧，好伤自尊啊！怎么不问一下我的尺码？我告诉你一个事情，就是它已经是最紧了。它已经是最紧了，已经是最紧了。对，尴不尴尬？哎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做菜嘛，讲究那么多，真的是。嗯，我打算做鸡腿了，先要把鸡腿划开。你都开始做了？对呀。同志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美食告白记，我们将为您带来吃不下去的饭。你赶紧洗你的虾。谁说要自己要做虾的？我是要做，我滴答，我们商量个事儿好不好？啥？你要说？要不我先炒小龙虾吧？那你试着，你把那个开开，爆炒的那一面，留在那。我说停就停啊！好，停。滴答，我正好要烤土豆，我直接帮你把饼皮也烤了。我好，你一会儿记得做你的小甜点。太热了，我可以倒进去了。可以。哦哟！
是酱油吧？是，给你。对，绕着它这么倒一点。马上好。为什么我记忆里的小龙虾有水呢？我这独创的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我还是觉得要放点水。这不是爆炒，给你用好水。这里是爆炒啊，给你用好水，知道没？你看这里火已经变成红的了，旁边还是蓝的。妈妈，我不敢。哎，因为这。够了够了，不够，它都干了。可是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你相信我，快点，现在要放盐和味精。好了，胖虎，给我一个碗。盘子洗了吗？现在我要炸鸡腿了，胖虎。那我把它盛起来了。哇，好。听它，嗯，小龙虾糊了，真假的？你干嘛呢？关我！炸厨房了。我们是不是现在是拍摄中断？哦，你鸡腿好了，鸡腿好了，看，好看吗？还行吧，哇，看着好高级哦。邯郸，你在做什么？看到没有，我就说我是一个做什么上手都很快的人，对吧？好，一会儿我尝一下。轻轻贴近你的耳朵，唱首歌吧，胖虎。唱什么？谢谢你。哦，这个可以。重新进一遍，要表演杂技好不好？你来这么晚，我们的菜都做完了。我错了。谁让你来的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吗？你不欢迎我吗？还天尊干嘛呢？你去干嘛？我上舞台。你穿成这样子像你上厨房的吗？我。你怎么？我怎么一来就 diss 我呀？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，小雨？我上舞。我不是，你去表演杂技了。我赶了一个通告，我为了过来来找你们，我坐三蹦子过来的。三蹦子什么东西啊？三轮车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么好的围裙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刚才又……我刚刚都没有认出来。你长发好看、啊。真的吗？你怎么不夸我呢？你为什么要夸你啊？哎，你一动他通了。哎，你看李小蕊，你长胖了。好气！我又炸厨房了。我觉得算了吧。哇，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滴答从来这里开始，他就没做成一道菜。我有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觉得作为第一个来炸厨房的嘉宾，我为他压力有点大。可怕，我炒的东西。小雨，你帮我尝尝试试菜吧，我先试试有没有毒啊。我发现你真的还挺会做的耶。啊，试试。好的，那我就欣然接受了。我尝一下啊。哎，
不是让我来试菜的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要觉得好了，你就快点关火，你别等我又糊了嘛。咸了啊！可是焦了，对，我焦了。我们把焦的去掉，还是一盆好菜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。这个焦。呀，吓掉了。牵手啦？没有。你别吓我。哎，我来给你切土豆吧，这个我行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。啊，这个刀。在节目里每个人最喜欢的导师是谁？我喜欢胡彦斌老师，就胡彦斌老师很有才，然后就陪他们可以陪到五点，去写一首歌。不是麻烦少女吗？我不是，你是有用力去追。我是，那意思是 marry you。 对，飞天。其实 Mary 用那次，我那次特别感谢小朱老师。咋的呢？对，我好像听说这件事。就我不是上吊环，刚开始我自己不是都觉得不用什么保护措施吗？然后因为我觉得没问题了，然后老师就特别强烈要求说一定要加保护措施，我就觉得就很感动。真的为你着想。对，所以还特别感谢他。像小王老师。比较生气的那一天，有吓到你？有。而且其实我们所经历到的当时的黄子韬老师是真的，我们觉得天哪，居然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导师，他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理的，但是当时就是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他气到不想录。对。比赛重新开始，你们现在别说话了。这录制知道吗？天天嘴上说101个女孩有你们在很骄傲，你摔倒了，没一个人过去看他在拿牌子的时候，在抢牌子的人干什么了？当时现场真的是，制片姐姐、导演姐姐拉他都拉不回来，就是特别生气，真的把我们有吓到。因为他觉得我们前一天大家还在哭啊哭啊哭，就感觉大家关系那么好，结果第二本来关系就好哦，结果你说漏嘴了什么？其实关系就是很好，但是就因为那件事情就生气了。你们觉得黄子韬老师帅还是王一博老师帅？还各有各的帅。我觉得黄子韬老师属于那种，就是比较邪气的帅，对，痞帅。好了，大厨要开始给你做猪蹄儿了。感觉自己中铲子的时候好帅哦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想，因为我爸妈是真的就会做菜什么的嘛，看出来。然后我就很羡慕，我就觉得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子。哦，哎，油里面好像不能倒水，姐姐。啊？怎么办？傻呀！老师，怎么办？别！等一下，别！你重新搞，我觉得我这个猪蹄还挺有看相的。哎，秋子，你累不累啊？我不累。你猜我的心长在哪边？左边啊。不，在你那边。长在我这边。啊，不行，我们撩不到他。因为我也觉得你挺尴尬的，从认识我3个月以前撩我就没撩动过。等会儿你就看着我，我就看着你，我看你撩我，好吧？哎，你说嘛，你要是被我撩到了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随便你，我都 OK 啊。好啊。
你看着我，你猜我眼睛里有什么？有我。哇塞，你看，哎，又没飞碟，看什么看？没有，你看，传的。咦。不是买了西瓜，让他在三秒钟之内吃完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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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这不算你亲我。但是你脸红，但是你脸红了，你害羞了。我亲你，你不害羞、啊？不，你亲我，我就不会害羞。这不是一档美食节目吗？怎么就会你要把这个节目弄成这个样子？嘴巴就是粉底，我觉得好了。其实卖相还不错。别动！你赶紧！我想跟我的爸爸妈妈打一通电话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孩子居然。会做饭了，好了，该我做土豆丝了。多一点土豆丝很多，磨那个底要放这么多油吗？好好好好好，差不多了。放土豆丝吗？小雨，等会我们弄完菜，我们就去吃，然后你就在这里做清洁啊。好，你不是。你这个还用吗？不用了，你可以用。我第一次切西瓜哟。哇，好了，可以关火了，小雨。做饭太恐怖了。还不来？你看，你作为一个女生，能不能细致一点？请我给镜头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哼、啊！看谁来了？妈呀！不是，你们这个味道，感觉刚刚被炸过一样。我的妈呀！这是个啥？珍宝。珍宝。看到你们这个切西瓜的刀工，我对怎么了？瞧不起我吗？我觉得我对一会儿我能不能活着出去保持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西瓜虽然很丑，可是很好吃啊。豆豆，你干嘛呢？研究这个。研究这个干嘛？蒸烤一体的，就又可以蒸又可以烤，到时候家里买一个。所以说你做菜这么容易是因为他很厉害。什么叫这么容易啊？真的是。就我只是想表明，其实你并不厉害，厉害的是他。会不会聊天？还可以弄海鲜肉，还有面包。这里有好多菜单的，都能自动设置温度时间，就不用我们再去调了。以后有钱了我给你买一个，然后就买一个，就放在我们的宿舍里。以后你就做菜给我吃。他可以做蛋糕、饼干。这是你以后要给我做的东西吗？我做给自己吃的。我觉得自嗨锅才是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吧。对啊，对。
你们赶紧的，开饭啦！你好意思在这里叫是吧？我这不也刚刚做完休息吗？最晚怎么了？你们晚来的两个最没资格说话。给你跳个舞。回家等会儿你就表演这个啊，回家。你是主人，你不能欺负我们客人。就是，好。可是你们客人来晚了。首次团聚，对，又见面了，以后经常聚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一起不就可以了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来？够得着吗？赶紧的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默契站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哎，你们知道哪道菜和哪道菜是谁做的吗？这怎么猜啊？我猜那个最丑的就是你做的。哪个最丑的？你说清楚。来，哪个最丑的？你说清楚。来。他是四哥。哥，你说哪个最丑？你说。啊，嗯，就那个啥，猪蹄儿吧。你觉得猪蹄儿丑是吗？我觉得他看起来卖死。那你尝一口。我就放这样一句话吧，你们两个要是没有选到我做的，你都说了猪蹄是你的，那就不选了。但是我做了两道菜呀、其实我觉得小龙虾跟那个猪蹄应该都是你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起来都有点糊。糊不能赖他，我们赌上性命来一下吧。我觉得就是要评味道最好的。对对对、对，来吧来吧来吧，你们先吃嘛，我们先一个一个尝完了。不行，不能动，先吃我猪蹄，我今天跟你杠上了，你不吃它我不吃。人家第一次下厨，强求我第一次下厨。哎，等一下。你相信我，绝不敢吃。我跟你们发誓，有一点他们绝对熟了。哪一坨小一点？我也是在找哪一坨小一点。你们俩吃一个嘛，好吧。你先吃。你这什么表情？哇，没熟。怎么了？其实味道还好，就是真的有点嚼不动。真的嚼不动。声音。我如果拉肚子了，你要送我去医院啊！哎呀，牙齿了，去！他们不给我面子，我不干了。我给你面子，我也要加一块小的。果然是我的小可爱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真的掐牙齿，我现在牙齿上掐了一块肉，我咬不烂。咔嗒。真的有点硬，咬不烂。我觉得你们吃了我的猪蹄真的会拉肚子。对啊，我说了送医院啊，真的很硬。自尊心这样，其实真的还不错了。没事，我们等会儿把这个猪蹄犒劳给这些摄像。上天饶我，问问摄像哥哥的意见了吗？哎，在这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觉得今日全场最佳的菜是什么？那就是，多少年的友情？那就是土豆吧。哎，爱你。对，土豆还可以，味道也不错。所以其实你知道，我现在一直有个很好奇的点，我们每个人你拿刀干嘛？你说说，我们每个人在刚见到彼此的时候，第一印象都是啥？就对你的第一印象？不是对我，就是我们所有人互相的。因为就像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到走了，大家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坐下来聊。因为之前强东岳是跟我一个班的嘛。然后我对他第一印象，我其实挺羡慕他唱歌的，对，因为我就可能把他当姐姐那种看着那种，他应该是
你有把我当小妹妹看的吗？有啊，我还把你，我把你当好朋友看了。还记不记得你教我那个 B boy 那招 B girl？ 哎，当时我那个就表演杂技的时候，你们心里什么感想？我们想说，哇，现在当小偶像真的不容易。当时我就其实挺怀疑自己的吧，就是觉得我可能进 A 班真的是凭自己就是只会杂技嘛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101个少女只有你会杂技？因为黄子韬老师说，他以前也是因为武术被看上的，就你也是因为杂技，就每个人被人喜欢的点不一样，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欢你杂技，所以你要肯定一下自己。就是你给我的感觉，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笑，就你笑，嘿嘿嘿嘿，对，就让人觉得很可爱，就很乖。对，你知道我对胖虎什么时候印象最深刻吗？你记不记得第一次宣布顺位的时候，他就在我旁边嘛？然后那次你不是走了吗？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然后胖虎在我旁边哭的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他哭了自己都要冲过去了，然后站起来也哭，坐下来哭得我缺氧，头晕，喊他，我们撑不下去。后来呢？你的初印象和我走了以后的印象呢？发现你变得更爱哭了。就是从一个爱哭鬼，然后变成了一个什么？超级爱哭鬼。太好笑了啦，我觉得。结果啦！你说五十五零会不会是真的？人家哪知道吗？他真的就很爱哭。我觉得其实参加这个节目女生都不容易，因为可能就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，然后外界，然后对一些女生的看法、评价或者怎么样，就其实挺会影响人的。就是在他舆论最大的时候，我跟他是刚好处在一个宿舍，就是真的是被那些负面那些信息给影响了的。就比如说，就在姐姐那儿可能知道了一些自己在外面被骂得很厉害嘛。当时其实感觉他心理承受并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看他平时特别爱笑，可是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因为他床前有个帘子，然后他就在窗帘里面哭。然后我又是一个不会安慰人的人，我就一直跟他说没事儿。我还去找菊姐聊天呢，我觉得菊姐好厉害啊。菊姐跟他说他不 care， 就他也不看，他做自己就好了，就怎么怎么样，觉得哇真的很棒。对，所以我在向他学习。为什么大家本来安慰大会呢，大家挺开心的，怎么突然这么悲伤了呢？我现在已经好了。好着呢。我们聊了半天那么沉重的话题，哎，你知道要不要看秋子吃西瓜？因为我刚刚撩到他了嘛，他跟我的赌约是3秒吃西瓜。3秒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高声是死3秒吃西瓜。啊，3、2、1。一，开始。1、2、3。哎呦呦呦！好了。怎么办？我感觉我的脸用西瓜汁补了水呢，好黏哦。下一个话题就是到你们啦，呜！小雨耍杂技，我的你们都看了那么多次，有威亚吗？我讨厌组合，我感觉应该是什么都有。我要申请吊环。来把环练了。要不然邯郸姐姐怎么样？她继续唱歌跳舞多无聊啊！那我今天就把我的拿手活给你们展现一下吧。胸口碎大石。来，有没有锤子跟石头？请问你现在又长了多少了？
上秤，上秤，上秤。今天你已经很伤害我了，出来吧。我就刚吃完呢。哎呀，你也没吃啥。干哈？同一个公司的。哎，放心，我不会，就即便你中了，我也不会说出来的，不会比上次中很多。我已经感觉到他今年的这条腿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怎么样？跳上来。上啊，上。哇！哎，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圈圈。他真的比以前自由运动。真的比以前重好多了，他们都说我瘦了，瘦了。谁说了？谁说了？其实节目组还收到了一个邀请，你们其中一位的家人托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份神秘的惊喜。家人，家人，肯定不是我爸妈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滴答爸妈吧。不会吧？啊！你爸妈吗？啊！哇！啊！你们家的狗狗，狗狗又出现了。我们强东乐在很小的时候的音乐就是会随着音乐的节拍打节奏，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爱。是的。其实我们从内心来说是不支持他走这条路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太辛苦，而且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，就像这次的102。很多人在陪他，但是他很坚强，而且表现得非常好，我还是为他感到骄傲。不管怎么样吧，他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而且也继续在为此奋斗，我们肯定为他加油，支持他，支持。张哲远，继续努力。你节目结束之后有回家过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那你爸妈肯定很想你。为什么不回家？还有工作吗？没有。啊，不哭。没事的。其实大家一直说强东岳哎都不哭啊什么的，其实就是想让爸爸妈妈看到女儿够坚强，可以承受这一些嘛，然后你们不用担心，女儿可以好好的，你们也开开心心的就好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都会越来越好。嗯，会变好。爸爸妈妈，我很好，我很坚强，没关系，不会哭的。嗯，哦，以后会更好。我刚想说，你要是哭，我就给你放歌听。因为我还好嘛，我不是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就回武汉了吗？然后是我在走的那一天，当时在车上的时候，就他们也都是很开心。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以前每一次我回上海，你们每一次都是愁眉苦脸的，为什么这一次就还好？他们说那是以前以为浪费时间浪费青春，但是现在是因为看到我在往好的方向走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希望你们在武汉啥都好啊。就我爸妈真的都很关照我，就这几天我爸都不工作了，我去到哪儿他陪到哪儿那种。而且我爸爸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一直陪着我，当我的专职司机。反正就是想说，爸爸妈妈我爱你们，早日让我爸爸当我的专职司机，我去到哪儿他陪到哪儿。对，其实我觉得3个月过得好快啊。其实也谢谢这个美食告白季，可以让我们有个机会可以再聚到一起。
比赛结束，然后第二天突然走的时候，我还蛮不舍的，因为一下好像就感觉结束了，也不知道跟大家什么时候可以再见。离开节目了以后，回到这边我就特别害怕自己闲下来，我就希望我每天都给我安排一堆事儿。对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一旦闲下来，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就觉得会很空，会很不习惯。一个人就是在家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就总觉得就是应该是还下铺还有人啊，或者上铺还有，然后发现其实房间里面也都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出来之后，其实经常会跟101里面，就是我们就是一批出来的女生会聚会啊，怎么样的？可能因为我不太会社交，就是我不是会那么容易跟大家就是很快的成为朋友的那一种。我其实挺感谢这个节目的，能够让自己认识很多女生，然后都是跟自己同样追梦的呀。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有什么烦恼，然后互相去倾诉，然后大家都会互相理解，因为都很懂，互相都知道哦，我们这条路上面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其实在里面的时候好渴望出去啊，就真的看到外面那车子行走，感觉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但是出来了之后突然好像觉得好像心里少了些什么。离开101以后我就回的是武汉了，我当时在武汉的时候我经常想的就是我好希望自己睡醒了以后还在101里面，就虽然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，我要一直往前，因为101给了我们所有101少女太多，让外界开始正视女团了，让外界知道有一群追梦的女生了，但是我就觉得还是那段回忆最珍贵。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我希望我们还可以再见面，一起加油吧。最好的我们，不负青春，未来可期。我相信，美食绝对是可以疗愈心灵的。卖楼也挺不容易的，已经推销到姐姐这儿。当你为你想要感谢的人，或者是为你的家人、为你的朋友做一餐饭的时候，本身这里面就有，就是你的情谊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，食物是很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，而且以好的食物，色香味俱全的食物是很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啊，传递爱的一个手段。哎呦，大孙子会给奶奶做好吃的了啊！毕竟常年都是漂泊在外，可能很少会就有一个机会进厨房，大家一起去做一顿饭吃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美好的一个时刻。身边的人就在你身边，人是不是你很久很久没有告白过？我做给你吃，我做给你吃。因为今天咱们要招待全世界的球迷，让他们今天要体验一下我们中国菜无与伦比的魅力。阿姨你好。你好你好，你真帅。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营养，所以我就说这个老师真的必须得好好的感谢一下。什么东西滋滋哒哒的，他做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这个一定是很惊喜的一种口感。嗯啊，我就是去边也砸去了。我希望我们还可以再见面。
这个是我们在网友征集话题中选出的三名幸运儿，我们给他三个关键词，选择一个你喜欢的，华帝将送出妈妈皂一台。为热爱举杯，我想抽这个。哦，邯郸应援站。世界杯和我的故事当然就是熬夜看球，为结果喜悦或失落啦。我们邯郸小姐姐最爱的球员是梅西，爱豆们接下来将会一起和豆豆为热爱举杯，当然更期待可以看到新鲜的韩豆豆啦。所以恭喜邯郸应援站，虽然我没有抽到高抽子应援站，不过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支持我们的邯郸，然后你们也很幸运的会抽到我们在接下来送你们的小礼品哟。恭喜这位网友获得华帝送出的妈妈皂一台。这是一个音乐餐厅，然后滴答在这是驻唱，那你们吃着啊。好。我的颤抖在你吉他吟唱。下载下厨房 APP， 看菜谱学做菜，轻轻松松下厨房。你让我心慌，不做损人累积迈出的步伐，一直努力努力在努力。Let's get it.